人呢？我在上面。我妈这个同名酒啊，在外面可难买了。我想我就整箱送你吧，你记着，慢慢喝。整箱酒都要让我拿回家，你不留几瓶吗？是啊，你刚刚不觉得很好喝吗？你需要我送你回家吗？我自己叫车就好了。是吧？那到家和我说。好的。小心啊。到家的时候东西记得拿，然后发个信息给我。好。师傅，快走。